在人生的大舞台上，买房绝对是一项引人瞩目的主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郭，欢迎按赞订阅我的频道，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对于房地产领域初出茅庐的新手而言，探索中古屋、新城屋以及预售屋之间的微妙差异，让我们一同来了解吧。首先，预售屋宛如未来的美梦，将你的期望投射在建筑的蓝图上，这些房子还在建造中，像是一幅尚未完成的画作，等待你的加入，付款分期轻松体验预定未来家的感觉。然而这里有着选择的关键点，建商的信誉、基地位置的确认、履约保证的深入了解，以及样品屋和实际屋况的对比，保证你的选择是未来幸福的标志。换个角度，新城屋则是一步到位的时尚选择，即刻入住，享受现代化的公共设施，庞服置身未来的舒适环境。然而这里也有需留意的地方，自备款较多，价格较高，且需要共同参与公社的维护，慎选建商，避开价格过高的食品屋，实地确认房屋格局，才能真正享受新家的幸福。而中古屋则是拥有故事的温馨选择，这些房屋有着岁月的痕迹，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转手，或是已经建造完成并积累了使用执照三年以上。他们的优势在于适中的价格和可能位于热门区域的位置，当然翻修工程和自己花功夫也是中古屋需要面对的挑战，但在这里你可以发掘家的独特魅力，为房子赋予全新的生命。无论你是憧憬未来的预售屋，追求现代的新城屋，还是热爱中古屋的温馨故事，每一间房子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，就像你一样。在这场房屋之旅中，慎选建商，留意价格，实地考察，让每一个选择都是明智而幸福的开始。无论你是初出茅庐的新手，还是购屋达人，房屋的世界里属于你的家正在等待着被发现。来找小郭一同启程，寻找你人生中最美好的住所吧。